你个谁呀？你抓你抓他干嘛？啊，他是我老婆啊！怎么是你老婆？我都没见过他呢，在这里。我没见过。我老婆。你怎么知道娶老婆了？啊，管那么多干嘛？他是谁呀？你认识不认识的？我认识的，你认识的？你拉扯扯的，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我现在没有娶到老婆。拉拉过去做老婆，你娶不到老婆，你就强拉别人当你老婆啊？你也不让人家人家愿不愿意？哎呀，走了，来走，你这是强迫妇女意愿呐？怎么强迫啊？你看你吓到人家了，反正看他脏兮兼的，像像流浪的，哎，反正那你也不能硬来呀，走。哎呀，小兰，给我找不着，找不着，哎呀，不走，坏我好事吗？哎，找不着。 哎呀，真的是这种人都有，厚实懒做的。哎，什么？不用吧，不用吧，我是帮你的，怎么没见过你啊？啊，你从哪里过来的？我从外省逃荒过来的。外省过来的？是啊。哎呦，怎么这么可怜呢？哎呀，刚才那个人，他真的跟他不认识吧？ 我真的不认识他，我走到这里。哦，没事啊，我是这个村的村长，你放心啊，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助你。那你是怎么逃荒过来的？对呀。啊？那你家人呢？我家人都走散了。都走散了？哎呀，这么可怜啊！你真的是村长吗？是啊，我是村长来的，你放心啊，我绝对不会。 对你有什么歪心思的？那个，那你现在打算去哪里呀？能去哪里？啊？走到哪里算哪里，一路流浪过来呗。哎呀，那怎么行啊？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村还有些人还没那个没结婚的，你现在是无家可归是吗？对呀。要不这样，我带你去介绍给别人。 这样可不可以？找个好人家，老实靠谱那种。哎呀，村长，你看我这样子，人不人鬼不鬼的。哎呀，你只是说，人家肯定会嫌弃我的。不用担心，我相信你也不是那种，啊，相信你的人品的，啊，你相信我，我就带你去，好不好？行吧，行吧。现在饿不饿啊？肚子饿不饿？远远的。哎呀，远远的，那我先带你去。 吃点东西吧，好不好？啊，我给你提啊，坐我的车去。行行行。先带你去吃点东西啊。嗯。随便坐啊，坐稳一点。好。那就这里了。那个。 刚才你说你叫阿兰是吗？对呀、啊。哦。你介绍这个条件那么好，我那里邋遢的，那么臭。哎呀，你只是说有一段时间没有洗而已。我相信你洗干净也是很漂亮的，啊。谢谢。她也是那个稍微有点年纪大，38了还没结婚。那你帮我叫她出来吧。关键是你嫌不嫌弃啊？不嫌弃。林总，人家能要我就行了。啊 干嘛啦，村长？林总。啊？哎呀，我看你也38了，今年也没有娶老婆呢。啊？啊？现在老婆那么难找，<笑>啊？这样的，今天好像机会来了哦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现在他还没有归宿，想把他介绍给你。干嘛呢，村长？啊？一点眼力劲都没有了吗？ 怎么说我是小坑生活？你戴这个是像好像是那个流浪那种路边那种。你没说错，他就是逃荒，外省逃荒过来的。那更加不能要啊！你看到没有？那个脸啊，比非洲那个还要黑呀！我娶这种回来干嘛啦？人家是那个逃荒，没有时间。哎呀，你不用多说了，洗洗就很漂亮啦。你不要跟我扯那些，我看不下。我跟他聊过天，我感觉人挺不错的，啊。 我告诉你，那么脏，我才不要你！赶紧走！哎呀，我跟你说多了，你赶紧带走！你不要后悔了啊！哎，村长大哥，连我自己都嫌弃我自己那么臭了，别说别人了。阿兰啊，人呢不是光看外表的，心灵美才是真的美。
那个林总啊，他有眼无珠啊，他不懂得珍惜啊，大把人懂得珍惜。我再给你介绍一个，另外一个啊，也非常靠谱的。那我这个样子，人家肯定会嫌弃我的。哎呀，也对哦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先去我家，我叫我老婆找几件衣服啊，你先洗洗，换套衣服，我带你再带你去，好不好？啊，行，那行。来，我一下子。做好了。啊，到了啊，阿兰。啊，这就是我家啊。我等一下叫我老婆拿点衣服给你洗个澡，化个妆，然后再出去。你家那么干净，我会不会弄脏你？你不用多想，我老婆很好说的。老婆，老婆，这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这个来来来，你怎么捡了一个乞丐啊？哎呀，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大嫂你好，他是外地逃荒过来的，然后路上遇到困难了。哎、怎么这么臭啊？哎呀，人家多那个，不方便，是那个洗，啊，换洗肯定有点味道，很正常。说一说啊。我想那个看看你不是还有多余的那些衣服，家里面有衣服啊，有衣服啊，让他进我们家里面洗个澡，给他换衣服，然后我给他介绍个好人家。那不是说你有个表弟是单身的吗？哎呀，大把多，反正啊，我看他人也不错了、啊、那行吧行吧，作为村长啊，看到这种事情我肯定要能帮就帮了，是不是？行行行、啊、那进来吧，你找件衣服来来来。哎，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，来进来吧，啊，没事没事，不用客气。哎呀，真的是出水芙蓉啊！那个，哎呀，老公啊，想不到那么漂亮，穿我的。大嫂，太感谢了。哎呦，村长，啊，这个美女是谁啊？从来没见过。关你什么事啊？啊，我不是叫鸟罗志介绍美女给我吗？介绍给你，你要吗？我干嘛不要？这么漂亮，你怎么会要？你哪里看得上人家？人家哪里好啊？啊，喂，你还没介绍给我，怎么知道我看不上啊？上午就介绍给你了。上午就是他呀、啊？你说什么呢？上午那个邋里邋遢的，我要他干嘛？浪费粮食。当时那个几天没有换洗，肯定邋遢了。现在你看，在我家洗了个澡，把我老婆的衣服一穿，哦，漂亮，真是他。我叫你当那个有点耐心了解一下，你的不听，你都进去了。村长，算了，上午也算我有眼无珠。你重新给我介绍，我给8000块红包你。八千什么？你这种人呐、啊，以貌取人呐、啊，我都不想帮你说话了。你帮我说说好吧，美女啊，你问那美女的，我不看不看她同不同意、啊。我那个家境也不错，我好好对你，行不行？哎，今天早上你就嫌弃我了。哎呀，那都怪我眼拙啊，行不行？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不想跟你。看吧，不行，人家都不想跟你。哎，村长，你帮我说说好话。说什么话？你都是以貌取人呢、啊，只看表面的。哎，表姐，你这是哎，村长，真的是这么好的姑娘，我肯定先介绍给老表了。哎、看来老表有福气了。那倒是。哎，老公啊。啊。哎呀，你过去老表那里呀、啊，要记得给一点那个钱给他。哎，是，那也比较困难啊。困难了啊。哎，去了吗？来，上车，我拉你。大嫂，多谢你了。哎呀，不用这么客气。那我的东西先放你这里先。啊，没事，我帮你放到家里面去啊。好。哎，你坐好了。我表弟总算有福了，出去了。到了，这就是我老表家。啊。啊，进来出来。我看一下人家嫌不嫌弃我。哎呀，不过他这个家庭条件稍微差一点哦，你会不会嫌弃去？啊，如果你嫌。只要我有个落脚点就行了。哎，你放心，他人是不错的。啊，行。老表，老表，表弟、哎、来了，谁呀、啊？啊，表哥过来了。好事啊！什么好事？那，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啊。来，这个叫阿兰，这个我老表叫阿鹏。你好。嗯，那个这么漂亮，我这个身份有点配不上她。哎呀，算是你捡到宝了，今天运气来了。她呢？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对他好就行了，对他好，因为对他好，我为人你知道的，但是家境条件哦，这个
表弟，你不用多说啊，这个不用担心的，他也不是很要求这方面啊，他要求是人品对他好就行了，因为他是那个外地逃荒过来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 啊，就是已经没有落脚点了，已经也到人生低谷了啊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他很有潜力，你呢，就是人也比较靠谱，如果你们两个能一起努力啊，我相信你们很快过上好日子啊，相信我吧。但是问一下美女愿不愿意啊，美女你愿不愿意跟我啊？我愿意，只要他不嫌弃我就行了啊。所以说我这种福气能娶到你一个老婆已经不错了，更何况你这么漂亮。那不是老表算你失去啊，现在啊。那行吧，那个如果说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反正他现在也没有落脚点，直接就住下了哦。那刚好了啊，你最主要的他只要愿意，你一定要好好对他。那肯定的啊，必须的。哎呀，你的条件是有点差，那个表哥呢也力所能及，也知道啊，这不好吧，5000块先借给你们那个起家啊。那贪财了啊，不是这种，什么时候有再还就行了啊。啊，那等我们两个以后奋斗赚到了，啊，加倍奉还。那个阿兰啊，人不错的啊，我知道，看得出来，嗯，挺好的。好好努力，嗯，啊，超过时间，如果没问题，超过时间把证领了，好好过日子。好啊，家里感谢你了。不说这种，我作为一村之长，遇到那个这种事情，我肯定能帮就帮，是不是？嗯嗯，啊，那谢谢表哥了啊。行吧，要不在这里杀个鸡来吃一下。不要搞那么啰嗦。现在他还没有生活用品，赶紧去买生活用品安置下来，改天有空我再过来啊。好好好，嗯，行行行，表哥慢走啊。啊，那多谢你了，我们去买个生活用品，等一下我回来再收拾。